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 首先，我们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17度；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9度，最高温18度；而在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7度，最高温17度；接着看到高雄的原乡桃园那玛夏茂林最低温3度，最高温15度；而在嘉义的阿里山最低温2度，最高温13度。 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零下1度，最高温12度；而在台中的和平区最低温2度，最高温10度。接着看到苗栗的南庄石潭泰安最低温4度，最高温9度；新竹的关西坚实五峰最低温1度，最高温9度。 接着看到新北桃园的乌来跟复兴最低温3度，最高温7度；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3度，最高温11度；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还有吉安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14度；秀林跟万荣最低温7度，最高温13度；寿丰跟丰滨最低温9度，最高温15度。 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13度；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0度，最高温12度；而在台东的东海岸、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15度；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7度，最高温13度；鹿野、台东市及卑南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16度。 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仁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17度；台东的兰屿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18度；外岛地区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14度。